寻经导引法是形神桩练形神混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属智能动功的第二步功，主要是增强体内恒通的作用。和形神桩合练，才能使形神混元成一完毕。起势和捧气灌顶法、形神桩起势一样。形神桩讲经络，但不着眼于走经络线、通经络，而是配合寻经导引法，以寻经震颤的手法，达到经络恒通的目的，从而使皮肉筋脉骨融为一体。寻经导引法的意念，每一震颤下压都应该臆想着压到骨头里，也就是每一个部位的正当中，再抽出来，使之内外恒通。寻经导引法分手经导引、足经导引。要求震颤手不离开皮肤，初学者可以轻轻拍打，震颤的速度每秒钟不少于两次，震颤导引的速度上肢从肩到指端约五个呼吸，上肢一上一下约十个呼吸，从头到脚约24个呼吸，两手胸前合十，沿肋弓变叉腰，两脚踩气分开，与肩等宽平行站立，手经导引，松开叉腰的双手，左手掌心向上向前下方伸出的同时，右手沿肋弓经奇门第七肋弓处，经膻中至左云门穴，右手沿左臂内侧向下震颤导引。到指端 S 型转掌，就是没有棱角的弧形转掌，左手沿右手背向上震颤导引。至肩，至颈部，手摸在脖子上，意念上送，上送到头，回环向下，沿右臂内侧向下震颤导引。至指端 S 型转掌，右手沿左手背向上震颤导引。到肘关节的时候，要向臂的外侧向上震颤。至肩，两手还原两肋，右手从云门、膻中、奇门到两肋，
右手掌心向上，向前下方伸出的同时，左手沿奇门膻中到右云门，沿右臂内侧向下震颤导引。至指端 S 型转掌，右手沿左手背向上震颤导引。到大臂的时候，注意走臂外侧，至肩、至颈部，意念上送到头，回环向下，沿左大臂内侧向下震颤导引。至指端 S 型转掌，沿右手背向上震颤导引。注意到肘关节的时候，走臂的外侧，至肩，两手还原两肋，左手沿云门膻中奇门到两肋，下面做足经导引，两手沿肋弓至心口，手心要贴着身，中指接在心口处，手同时沿胸向上震颤导引。至喉头部，至面部，指尖向上，至头顶，至玉枕部，做明天鼓震颤。智能功的明天鼓是掌根对准两耳，以手指的二四三二四三二四三弹打三次之后，四个手指头同时弹打三次，一二三，沿向向下震颤导引，手指意念向下送到相当于伸柱穴的位置，手不震颤绕肩前，从腋下回体后向上接，拇指在体侧向下震颤，身体卷曲向下，膝盖弯曲，手到环跳处，虎口张开，虎口对腿的外侧向下震颤导引。经脚的外侧，手指尖对准脚趾尖，点按震颤。经脚的内侧震颤，腿的内侧向上震颤，至腹部震颤向上，经心口至胸部向上震颤，至喉部，至面部，指尖向上，至头顶震颤，至玉枕部，做明天鼓震颤。
沿向向下震颤导引，两手不震颤绕肩前，从腋下回体后向上接，向下震颤导引，身体卷曲向下，膝盖弯曲，两手经环跳，虎口张开，对腿外侧向下震颤，手指尖对脚趾尖点按震颤，经脚内侧、腿内侧向上震颤，至腹部、至心口，手停在这里，手经导引，足经导引三次，算循经导引的一遍，然后两脚踩气并拢，两手胸前合十，收势，两掌相合上举，上拔，转掌心向前，两侧下落，收势和捧气灌顶法一样。循经导引法熟练之后，手可以离开皮肤1至3厘米震颤。本功法要求动作连柔和缓，速度均匀，神态自然。弧形转掌应以意念两手互画半个八字，动作不宜过大，也就是说两个手互转不要有棱角。两手扶在肚脐上，静养，分手还原，两眼慢慢睁开。现在讲一下震颤是用手哪一个部位在胳膊上震颤，也就是手心到手指头这个中间这个部位震颤。那么贴在身上震颤的时候就是全手震颤，经过喉部的时候也可以用指尖震颤，臂内侧是经过曲泽、大陵到劳宫到指端，转掌之后臂外侧是经过外关、曲池、臂闹、肩俞，这个路线就是臂内侧是掌心向上从臂内侧走下来，臂外侧转掌心向下的时候大臂没有完全翻转过来，所以手要经臂的外侧，特别是肘向上的时候要经过臂的外侧向上震颤。